生的逻辑思维，感觉和男生不太一样。嘴妆吧，嘴唇、口红的颜色吧，好多啊。迅姐、汤唯姐，做自己的定义特简单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bling bling 大眼睛，啊，就不让我看镜头采访了。啊，嗯，都挺难忘的。其实拍摄过程中，因为是我算是第一次拍这么大体量战争戏，然后第一次那种跑炸点啊什么，而且打戏的部分比较多。那这个都还好了。拍摄过程中其实最好玩的事情就是每天我们收工之后，我们所有的演员，然后包括摄影老师，然后包括导演组的所有人都会在导演的车前面，然后每人陪导演喝杯酒，大家一起喝酒聊天。接下来首先是7月28号的金鹰大业，然后希望大家去电影院多多支持。然后10月22号的妖猫传，希望大家去电影院多多支持。我是觉得可以借着这次工作机会，然后交到了四个很好的兄弟，而且大家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演员，我觉得这是件挺开心的事情。因为同龄人可能比较聊得开吧，而且我们之间就这样的关系会让我觉得我们之后的工作啊什么的就会有，就借着工作认识新朋友是件挺开心的事情。而且过程中因为我们有请的嘉宾，然后可能年纪和我们也都相仿，所以大家玩得很开心。大陆我们里边好像没大哥吧，大家都挺不正经的，别跟教官对着干。